家好，来，各位观众，开始之前，老爹先给各位看一下哦，老爹的这个白哉哦，之前就已经把它升到 UR 了。那么还有一只这个鱼虎，其实鱼虎也可以升到 UR 哦。来，我们来这边看 ，R 可以升到 UR， 但是你要把这个点满才可以升到 UR 哦。那老爹是先练了这个白哉的，所以老爹的白哉已经 UR 了。除了这两只可以 UR 之外，我们的这个蓝染哦，也可以增加吸血率 5%， 但是你要点满这边。斩月效果强度增加 10%， 也是一样先点满这边，就是看你练哪一只就优先去点吧。好嘞，我们现在今天我们要买的礼包是厨子中心。我买一个扭蛋礼包，然后我还要再买一个这个万能碎片。等一下，老爹又要来大幅提升了，没问题。然后我再买，没问题。你们知道我买这个碎片要干嘛吗？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。好嘞，我这个蓝染哦，我这个蓝染哦，到现在目前是这边啊卡一半哦，我想把它练满，突破界限，突破界限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边好像还有最后一抽哦，我这边好像还有最后一抽哦，最后一抽，没问题。然后棒棒糖有八个，八个的话好像还有一抽，靠腰还是八个，那还是八个的情况下。好了，换这个了，随便换一换啦，还是三个，三个就，三个就好，没问题。这个活动就到这边结束了，然后，那你背包，我这边有一个碎片，好，蓝染碎片，没问题。还有，我这个。我要换这个啊，灭绝力的专武，还有再换一个灭绝力的专武。好，已经换到了角色灭绝力，直接觉醒，没问题，就是这么狂。然后呢，我的蓝染身心疯狂身心，最后一个，好，没问题。那么因为五十级开放了这个斗这个战魂哦，都需要来做这个升级哦，所以等一下我们要来爬塔拿资源哦，才可以升级这个战魂。我升级，没问题。好，然后有一些战魂是没有属性的，我想要都先洗个属性出来。重铸，我洗，喂，目前战魂无偏好，重铸一定，重铸有一定几率获得偏好。靠腰，等于我失败就对了啦，我再一次，好，没问题，储存。
没有洗到我要的没关系啊，至少都先填上一个，都先填上一个属性哦。好，这边都有属性了。那么这一件我想要换成攻击的，我洗攻击的，靠压盾牌。这个不够哎，没关系，不够是不是？初次中心，现实礼貌，我买。这边我记得可以换这个精华哦。好嘞，没问题。你们知道什么老爹要换精华吗？因为精华很缺哦，这个精华真的超缺的哦，最多只能换五个哦，靠腰啊，最多只能换五个哎，好，先这样子啊，来，角色。驚くことはないだろう。我要把我这一只的。びっくりした。早くこぼれるとこだったじゃないですか。胸が高。不够升阶。战魂背包。我想要给他洗个属性哎。好像不能，这种的好像不能洗属性啊，只有就是这个，哎，这个可以啊，三星可以耶，好，我重铸，没问题，够急的，好腰歪掉了，哎，三星可以重铸，好，没问题，我再重铸，失败了。我重铸不完，好，没问题。三星的可以重铸，二星的不能重铸哦。等一下，这个三星的为什么不能重铸啊？被动的不能重铸吗？被动的，这也是被动的啊。好，老爹再研究一下。好，各位观众，那么老爹已经强化很多了，现在来带各位看一下挑战，极限挑战，老爹打到299层，这一关就有点难打哦。那么你每过一关哦，都会拿到很多的资源哦，来提升我们的战魂，没问题，认真爬塔才有资源来提升我们的战魂，没问题。然后我自己的感觉啦，是每十层哦，每十层就会很难打一次哦，总会有几关特别难打，然后你一过关就可以连过好几关，然后中间再遇到更难的关卡这样子。好，再来，现在来到六打五了。轻轻松松。我的蓝两可千万不要被晕到哎！哎，不要不要不要打我蓝两！好家在，不要打我的蓝两！你干嘛？讨厌！好，现在是五打五的局面，感觉还可以。四打五哎！来ると思ってたぜ。应该可以。这样看起来应该是可以赢哦。大力一点，好，再来，老爹的蓝蓝，130万，再一次，好了，赢了，他只剩下两只了，轻轻松松，结束比赛。
有没有看到啊？有没有看到啊？用于灵气升级的必备材料，灵气升级有没有看到？好，这个是战魂，这个是灵气，灵气就是刚刚老爹说的那个、啊，就是这个、啊。何？驚くことはない。そいつらが邪魔するってんなら全員だってな。灵气，你就可以拿来点这个、哦。刚刚我们过了这个极限挑战，就可以拿来点这个，没问题。好，所以你要觉醒的话，你要多爬这个，多爬这个挑战塔、哦，极限挑战第300关，通常每10关的奖励就很好、哦。来，300关，究竟老爹能不能一次过关？过给你看。没问题。老爹上天聊盘，丢了两个拐杖，斩月斩了两个多月，什么时候才要斩三个月啊？好，再来。暑假一般也是两个月了。我们继续。我跟你说，打这个要手动比较好过、哦，你用自动的话可能就比较难过一点。所以当老爹认真打的时候，我都是手动啊。啊，平常上班就让他自动打哦，就点一下点一下，看哪一次过关哦，过关就当赚到啊。但是认真打还是要手动比较强。好，再来，靠腰，这次看起来好凶啊！哎，我的蓝染被晕到嘞，讨厌啊！哎。蓝染在被晕呢，这样应该是输了吧？我跟你说，这个输掉了，蓝染被晕到了，输掉了。退出再来一次。所以打这个有时候还是要需要多打个两三场。好，来，这次应该不会再被晕的吧？没那么衰吧？我刚五加衰，我的脸看起来这么衰吗？好嘞，依旧攒了两个多月。老爹的蓝蓝，100万，应该不会再被晕到了吧？没那么衰吧？没问题。你怎么跟我斗？放开！不要晕到我、啊！不要晕到我、啊！千万不要晕到我啊！你要预计旁边那几个坦克啊，要把我沉默了！我的天哪、啊，我哪一家衰了？靠腰这一关真的要多花点时间打、欸、我被沉默了啦！沉默是金的沉默、啊，还被晕的啦！好了，各位观众。老爹想想看怎么打哦，这个有时候需要一些排阵哦。好，没问题，300关是吧？好嘞，那么现在挑战我们的竞技场。啊靠腰，最后一天呢？好，没关系。那么我们再挑战一次啊。哎，挑战。今天我还打过300关呢、啊。我们把蓝两换到这个位置哦。我就不相信我打不赢。好嘞，换个位置就没问题了，懂吗？有时候打不赢就记得换个位置啊。你看这次运气不错吧？绑住他一只哦，我刚刚绑住他一只的。好，再来，绑住一只就差很多了。问题，可是这次伤害好像比较低耶、欸，然后又给他一个沉默了，怒气攻击，没问题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好在在我蓝染换位置了，千万不要被晕到啊！不要啊！好，没问题，这一把看起来可以，这一把看起来可以过关，没问题。过了，剑八一个大招，
还老爹的男人，极限输出。再次，轻轻松松，那只剩下两只了，有没有看到啊？轻轻松松结束比赛，各位观众，老爹阵容就是这么狂。好，各位观众，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。拜拜。